那个下雨啊，要一定要交代一下，不可以开这么快。今天礼拜六了，小姐。从这里啊，不要，你不要这边射啊，在那边，在车上那边射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差很多嘞。这次在我们家射，百四块都没有人来啊。很夸张，你懂吗？那西安那边才八十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那个阿姨才希望你载她。对，毕竟她那边是没有人载的。他黑，好像要给我那个车费呢，他没有给我。对。那个阿姨啊，她不是忘记打钱给我吗？她还没回来啊。对啊，应该是明天。还想还到忘记了啦。应该是明天，忘记都还好啊。忘记就算了，我补给她的嘛，我帮她补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个是我的辛劳的。那劳力钱，那不是我帮他贴一点吗？从里面扣哈。老王刚才有射在你身上吗？我没有看到，但是我知道羞羞。羞羞啊，因为羞羞体内射出来的羞羞。有很多吗？你刚有看到很多吗？很多啊，你不敢看啊。我没有看，我怕滴下来，那个床上会就麻烦。耶，你在厕所里面还留着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洗掉？洗干净，如果流到屁股的话就惨了。怎么不看？好奇怪，你这色，连去两天洗，连去两天色都这么多，你会看你？这家店其实这个饭店它有热水，我还蛮那个的。我觉得好冷，你知道我真的洗澡我是会打喷嚏的。你洗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哇，好爽哦！不行，我真的是洗到打喷嚏，我是太冷。晚上也是这样，我把冷气关掉，在那边洗澡。哦，还是好冷哦，然后我水等很久哦，等很久它还是冷的。因为第一天有热水，第二天就没热水，很奇怪。你们这边老婆在回程你会很寂寞吗？